讲的。来，讲者哈。啊，各位，咱过来继续啦哈。啊，我知各位啊真辛苦哈。但拜五安尼坐到今仔礼拜啊哈，真无简单哈。安尼，咱是讲少年啊，佫有法度坐遮久吼，啊，老岁仔坐遮久吼，我那真忝啦吼。啊，所以较忍耐吼，佫点外钟就会使食饭啊哈。所以无要紧啦吼，很紧就过啊哈。啊，今仔我要讲的就是讲，咱自即个1920年代吼。啊，台湾到现在2012年，哇，将近要100年啊呢吼！啊，即个台湾精英，即台湾的知识分子吼，啊，为台湾打拼牺牲，啊，经过将近100年吼，啊，咱才找出一条路，就是民政府这条路吼，啊，即人过去的牺牲吼。过去的奋斗，啊，咱嘛爱了解吼，啊，所以予大家了解过去，即咱台湾即先辈吼，安那努力啦吼。啊，咱知影即个1920年吼，啊，开始呢，台湾人对日本的即个抗争啊。过去1920年代以前呢，是武装对抗，对抗日本哈、哦。啊，1920年以后呢，伊是改做社会运动，啊来对抗日本安尼哈。啊，所以咱知影，唔是讲1920年代开始，台湾人开始啊，即、這个对抗日本哈、哦。啊，即、這个。一出电影吼，魏德圣迄个电影吼，就是巴塞克吼，巴塞迄个电影，就是咧讲武风诶武侠诶即个事件吼。啊，各位毋知有看无吼？我看安尼真要安怎讲，真悲伤了滴吼，啊，大家呢吼，血腥腥吼，啊，会使讲贵族诶人吼，无死诶就是吊家己吊死安尼吼。真悲壮啦吼！啊，所以迄款的对抗呢，但1920年啊，就改变啦吼！啊，1920年伫日本成立新民会，啊，这就是等于日本的东洋会吼、啊，早期这个美国、日本成立的东洋会相共吼！啊，1921年呢，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吼、啊，啊，领导者呢？蒋渭水先生啊，林献堂先生哈，啊，这个新文化协会第一届、第二届开会呢，伫台中雾峰哈，林献堂先生引导安尼哈，啊，咱知影雾峰林家哈、啊、是台湾这个五大家族之一啦哈，啊，1922年哈、啊，这个台湾议会举行。东明会哈，啊，这是林献堂先生啊领导的哈，啊，台湾议会举行呢，这是日议啦哈，啊，主要是要求日本呢和台湾人参政哈，这个争取台湾人的参政权哈，啊，1926呢，台湾有一个农民组合哈，啊。这个、领导者呢，江建甲赵刚吼，啊，江建呢，伊是一个小学的老师吼、哦，啊，农民组合呢，主要是屏东，啊，屏东迄当时呢，主要是种甘蔗吼、哦，是蔗农吼，啊，因为种甘蔗呢，爱互火车帮吼，啊，火车拢偷斤减两吼，啊，所以这农民呢，为着保护因的家己的权利呢。组织农民组合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迄当时农民流行一句话，就是讲第一工，吼、哦，啊，种甘蔗回社帮，吼、哦，就是等者来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1927年，
台湾文化协会训练哈，啊有左派、右派的这个分裂哈，啊所以分裂了呢，有成立一个民众党哈，啊所以这是台湾的第一个政党哈，啊并不是民进党第一个政党哈，这民众党第一个政党哈，啊1928年呢，台湾共产党呢在上海来成立哈。啊，1930年，有一个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哈成立，啊，领导者是林献堂先生、蔡培慧先生安尼哈。啊，这以上这社会运动呢，主要是争取参政权哈，唔是要分离、要建国哈，因为迄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，啊，台湾人是日本人哈，啊，所以。在这个运动中呢，啊，真侪真优秀的台湾人被起诉，啊，被判刑，被抓关的吼，哦，真侪啦哈，啊，这是啊，社会也靠名哈，啊，其中呢，咱知影哈，罗浩医生哈，彰化人哈，啊，伊是一个医生，嘛是一个文学家哈。伊写真侪小说吼，针对这个弱势的台湾人吼，啊写的小说。所以台湾文学呢，将罗浩医生佮称作呢，是这个台湾现代文学之父吼。啊，罗浩医生呢，伊是一个医生，啊佫真有一个爱心的医生吼。有一天李高梅吼。哇！伊就摕足济迄个孝单起来吼，规塔呢吼。啊，咱知影迄个时代吼，啊，若要去破病，要看医生吼，一定是病甲足严重吼，才会去看病啊。啊，你看病哇，无去阁袂使呢，啊，无钱呢，啊，无钱要安那，甲医生拜托啊吼，啊，小欠一下吼，啊，若会当行，较甲你行安尼吼。所以孝单规大堆吼，啊李高梅呢，罗浩医生呢，哇了，这孝单看看来讲，哇，这孝呐收收嘞吼，我今年嘛好过年哈，所以小鬼妹，当要去收唔去收哈，小鬼妹哈，见天光呢，罗浩医生呢，将这孝单拢给烧掉了哈，都不爱收啊哈，伊讲。我一个人好过年，但遮侪人歹过年哈，所以就无去收安尼哈。所以是一个真有领导的医生哈，啊，真可惜过身真早哈，50多岁啊过身哈。啊，过身的时阵，伊出葬呢，哇，彰化市这市民呢，拢徛伫路边安尼个送安尼哈，啊，受到当地人的这个拥护安尼哈。啊！1934年哈、哦，有一个大洋店，因为我本身是画家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对这个较有注意啦哈、哦。啊，大洋店就是讲以前这艺术家、油画家哈，因、哦、若要出名，一定要将因的油画哈，从、哦、台湾送去东京，啊，由东京的日本的评审委员来评审。啊，你若得奖，哇，都有名起来呢吼。啊，因是认为讲，啊，台湾人的作品啊，无需要日本人来评审吼。咱台湾人家己组织一个啊，大洋展啊，家己来审吼，啊，家己来评分安尼吼。啊，这就是这个台湾人吼艺术文化主体意识的一个表现啦吼。啊，咱了解吼，1930年代的这个台湾的艺术文化，都非常非常的进步吼。因为这个成就啊，这个成就啊，拢国际水准的吼。即马，比如讲，这人吼，哇，是鼎鼎有名的，大家记得哦，像廖继春、李兆钊吼、颜水龙、李梅秋、杨三良、陈定波。这还有很多就对了吼，哦，这几个吼，现在廖继春的话，陈定波的话啊，在国际上打败啊，
小中啊，尔呢？不是几千万的呢，几亿的呢？所以因迄当时的成就都不得了啊！哈、啊，这个陈宁波真不幸呢，啊，二二八的时阵，哦，国民党清算哈，啊，真早就无去啊！哈。啊，拄拄好讲吼，1941年啊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啊，迄当时呢，真侪台湾人拢走去日本读册，去日本留学。那像1960年代吼，真侪台湾人都走去美国读册吼，共相共啦吼。啊，迄时代的潮流就是日本吼。啊，日本读了呢，啊，因无转来台湾，因另外个。拼去中国的华北，因为中国华北呢有成立一个满洲政府吼，啊，咱知影成立一个政府需要足济人才吼，啊，所以台湾人就拼去华北吼，那时候有4000-5000的台湾人伫遐吼，啊，大部分是医生啦吼，但是呢，伊去到中国了后呢，唔敢讲伊是台湾人吼。拢讲互相之间拢讲是别字啊，哈啊来讲因是台湾来安尼吼，啊这是有迄个福气去日本读册吼，家庭经济较无好个呢，即个少年人啊要安怎呢？因为战争的关系，哇，顶掉去南苗作战啊，吼，真侪去做军夫啊，真侪去做兵诶，啊结果呢有。2-3万人哈、哦，去南苗作战，结果回来无几个哈、哦，真少人回来哈、哦。啊，这个太平洋战争诶结束了10几年哈、哦，有一个原住民哈、哦，我来去南苗作战诶。啊，结果伊伫深山拉来咧作战哈，伊、哦、毋知影战争结束啊咧哈，啊继续作战诶哈。哦10几年伫深山内来，吼、哦、啊，真厉害呢！有法度活10几年，家一个吼，伫树篮内底生活呢，吼、哦。啊，结果10几年后，佮转来个台湾，吼、哦，一个叫做甚物辉啦，我真袂记伊个名，吼、哦。啊，啊，阮讲伊吼，就是有这个人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，这个对日本的战争呢，啊，原住民的贡献真大，吼、哦，有真侪义勇军啦，吼、哦。拢原住民构成的吼，啊，所以即马真侪日本人嘛真少年吼，迄、那个时代的原住民吼。啊，1945年啊，日本啊，台湾啊，台湾嘛战败咧，毋是日本战败，咱拢袂记台湾嘛战败吼，啊，所以。伫中国遮人吼，就是做苦派吼，就讲哇，即声赞啦吼，要倒来接受台湾安尼吼。啊，结果呢，倒来了后，经过2年，就开始迄个二二八事件，哇，开始杀人啦吼，哇，真侪人被牺牲啊吼，啊，即、這个George克伊写迄本二二八事件吼。伊是讲伊个估计啦，吼，差不多20000人被牺牲，吼，被枪杀，吼。但是真侪人讲我唔念啦，吼，唔念20000啦，啊，其实无法度了解，吼，到底确实人数，到即马嘛唔知影，吼。啊，即个太无死个，无枪杀个，哦，爱走啊，走路啊，像即个贾雪红、杨克红，吼。啊，雪红是台中人哈，一个真传奇的一个女性哈。啊，伊本身是一个养女哈。啊，咱知影迄个年代女性无读册哈，啊，养女较无可能去读册哈。啊，伊靠家己的努力哈，啊，领导台湾共产党哈，啊，尾啊去到莫斯科大学读册安尼。啊，二二八的时阵，哇，这共产党当然国民党要个掠啊，啊，伊就走，哇，伊要哪走？伊话真巧吼，伊讲上危险的所在就是上安全的所在，啊，所以走去倒呢？伊走去高雄遮营，
国民党的军港吼，啊，坐国民党的政舰吼，啊，去甲中国安尼吼，所以嘛真牛呢吼。啊，即、這个咱知影廖文杰吼，云林人吼，云林的即个望族吼，啊，即云林廖家，哇不得了呢，即、這个家族内底吼，有六个博士。哇，美国的博士吼，真牛吼！啊，廖文杰本身呢，我伫美国啊，摕博士安尼吼。但是了后，国民党要给掠，啊，伊嘛走啊，伊走去香港，啊，了走去日本。啊，因为伊分林关呢，望族啊，所以土地足济啊。啊，人伫日本啊，掠袂到啊。啊，这個、国民党傲步足济吼。掠袂到面啊！我掠你的亲人啊，哈！廖文杰兄弟啊，兄嫂一弟啊，总掠起，甲判死刑。啊，廖文杰因家族的财产没收，吼、哦！啊，甲讲，啊，你要转来无？你若转来呢，你这兄弟啊呢，会判无罪吼、哦！啊，财产行你，啊，你若唔转来吼、哦，啊，枪杀啦呢！各位，咱若是廖文杰吼，咱要安怎决定吼？咱是要为着台湾继续拼落去，还是要为着这人的生命财产吼？所以廖文杰最后呢，嘛是转来吼，啊，转来当然是真郁卒啦吼。啊，到尾国民党给伊关石门水库吼，啊，无偌久就过身啊吼，啊。伊回来了有啦，伊即个弟仔吼，一个弟仔叫做廖书豪吼，廖文杰的兄哥的囝吼，死刑变无期徒刑，啊无期徒刑判关几年吼，有甲放出来安尼吼。啊，即、這个书明咱知影啦，书明在黑衣上，九十几岁啊吼，真无简单吼，啊，即马还搁咧拼吼。啊，佮你做独立运动安尼吼，真无简单。啊，1949吼，啊，咱知影，49年啊，蒋介石呢，伫中国呢，互共产党打败，啊，所以伊就灭亡啊。啊，所以国民党呢，有两层的性格，第一层是占领吼，1945年占领台湾，1949年。伊流亡来台湾，就等中国走来日本的领土，啊，所以伊是流亡吼。啊，伊走来台湾的时阵，伊是下野吼，咱知影吼。下野意思就是伊是一个平民吼。啊，代理总统是李宗仁，啊，李宗仁伫1949年呢，因为战败呢，伊走去美国啊。啊，蒋介石下野走来台湾。啊，结果隔一年啦吼，1950年，伊就讲，安尼我要阁转来做中华民国总统啊，哦，啊，历史甲咱讲，伊是复行四世，哦，要阁转来做总统，啊，就真正做总统啊嘞吼，啊，了后开始白色恐怖的这个镇压吼，哇，开始掠人啊吼，啊，所以伫这个年代吼，就白色恐怖。啊，了1952年，就是旧金山合约哈 ，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啊生效。啊，1950、60年代，哇，这人特别是这台湾这精英，大家走啊，就是走去美国读书，去日本读书，啊，伫美国从事台湾独立运动，啊，伫台湾呢。啊，开始有这个选举哈，有议会五虎将这物件哈。啊，1964年有一个台湾人民自由宣言哈。啊，这咱知影，一片明明先生甲伊两个学生，一个是魏登调，一个是贾聪敏哈。啊，这个自由宣言主要是贾聪敏哈，啊，伊起草的哈。啊，这个。潘明明先生有参加意见，有修改了吼。啊，这个自由宣言在这个年代啊，1960年代是反攻大陆的年代呢。啊，自由宣言讲啊，你反攻大陆无望啊，哇，这抬头做啊，
特别反攻大陆，你甲我画无望，啊，这你爱掠来台啊，哦，啊，就这人掠起来啊，哦，啊，掠起来了，啊，明明是国际上有名的一个学者吼，所以国民党啊无啥敢甲判刑吼，有甲软禁啦，吼，甲禁吼，软禁嘛三四年呢吼。啊，白明明先生讲，哇，安尼嘛危险呢，毋知软禁做甲你做骹手吼，你嘛毋知影吼，所以伊想讲嘛爱离开台湾吼。诶，啊，软禁的意思咧，24小时甲你监视呢吼，啊，你要安怎走？啊，这白明明先生，哇，嘛真牛吼，这台湾人大家拢足牛的吼，伊要想一个办法要走呢，伊知影有人咧甲监视吼。伊就特登呢，徛到伊客厅的窗啊，哈，啊，互这个监视的人看，哈，讲啊，伊都无走安尼，都徛伫遐，哈，啊，开始流喙手，开始流头毛，哈，哇，久来呢，被呼手的嘞，哈，啊，头毛啊足长嘞，啊，有一天暗时呢，一个美国一个宣教师，哈，叫做 Thornberry， 哈，伊嘛是呼手的嘞，哈，啊，来暗时来个拜访啦，哈。啊，所以暗时可能监视的嘛看袂清楚哈。啊，结果呢，天光了呢，这个黑暗呢，一个呼手的离开哈，离开的不是宣教师，离开的是白明明啦哈。啊，宣教师同留在因家哈，啊，过天光，伊就徛在客厅的头前，予监视的人看，哇，这呼手还佫徛伫遐好好的哈，无走啦哈。啊，结果人已经走啊，随便去啊，哈、哦。所以有这个故事啦，哈、哦，真无简单，哈、哦。啊，1970年呢，哇，真侪代志发生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伫美国的世界独立人民承认，哈、哦。啊，拄拄有讲，哈、哦。啊，平民先生脱离台湾去随便，哈、哦。啊，1970年呢，有一个市长，哈、哦。就是吴文龙先生甲我吼，去试照吼，这个事件啦吼，啊因为无时间啦吼，袂当讲这试照的代志，佮讲了几啊点钟啦吼。啊，这个蒋介石呢，1971年屈出联合国，啊，这点大家爱清楚吼。这个联合国的国语文讲啊真清楚，就是讲蒋介石甲伊的代表屈出联合国。啊，即马中华台北拢共讲安那呢？啊，中华民国互驱逐的那个，哎，唔对，因为中华民国无互驱逐的那个，中华民国伫联合国的会籍啊，佮伫咧，只不过伊名呢，由中华民国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所以你袂当用中华民国等于联合国，你袂当啊，吼、哦。啊！你台湾嘛袂当等于联合国，因为台湾毋是一个国家，联合国的会员一定爱是一个主权国家，吼、哦。啊！1975蒋介石死亡，吼、哦、啊！1978年，这个蒋经国继续独裁统治，吼、哦。啊！1979年咱拢知影，吼、哦、啊！米勒都事件，啊，这人，吼、哦、啊！差不多全部这些反对运动这些精英啊，拢总理啊，落地啦。啊，本来呢是讲这总理吼，拢要枪决啦，拢要枪毙落地啦。啊，结果呢，因为艾琳达哈，这个美国查囡仔哈，比台湾人更加台湾人的美国查囡仔哈，哇，这人总理呢，伊怎啊离开台湾，四处去演讲哈。将这代志予全世界知影吼，啊，所以这人怎啊无清算吼，该判做死刑啦，无期徒刑安尼吼。啊，1979年呢，美国甲这个中华民国断交，啊，成立一个国内法叫做《台湾关系法》吼。啊，所以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讲，称作台湾。诶，这个地理当局啦，哈 ，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， 哈，啊，所以台湾伊个看到唔是国家，哈，真清楚啦，哈。啊，86年啊，民进党成立，哈，
八七戒毒戒严，啊，戒严了呢，大家就跳来算久啊，吼，因为无危险嘛。啊，1990年呢，哇，这海外这从事独立运动这人拢拼动啊，吼，啊，拼动了呢，哇，倒来算久吼，啊，这侪人吼，大家拢知影吼，啊，倒来算久。啊，结果拼动啊呢，我是1991年转来吼。啊，我回来有一个故事啦。我回来是，迄当时我是瑞典的公民，我有瑞典护照吼。我拼去东京去请签证吼。啊，请到签证了呢，我无随回来，我伫日本阁留一两天吼。啊，结果迄消息传转来到台湾吼，结果我回来到这个桃园机场呢，就冻掉了。讲你这个黑名单袂使入来，我原来袂当入来，啊，我这护照真的毋是假的啊，啊，你签证嘛真的啊毋是，伊讲对啊，签证真的啊，但是吼，阮行政疏忽啦吼，啊，都唔对，我讲都唔对，恁家的代志啊，我若要入来，我这种证件拢对啊，哇，甲冻着也无爱我入来，我冻三四点钟，结果呢，哇，四五个少年的吼。拢穿迄个皮的夹克吼，哇！冲我来就甲杀起来呢。我还没带武器，无输伊呢吼，怎甲夹起来？好，就伫总伊飞机顶，我等来飞机顶吼，原机我啊送倒去日本。哦，我30年无转来台湾吼，我转来台湾到桃园就欢喜的呢吼，结果伊就送倒转去吼，好，我就足生气啊！我安尼我用家己的办法转来吼。所以我正月叫送到等于我六月就等桃的香山机场哦，啊，就入来啊咧，哦，入来无代志啊，啊，入来是啊无代志，我摕别人的护照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别人护照，伊看袂出来咧吼、哦，啊，这人都喊我面熟面熟咧吼，啊，无代志就入来啊，啊，入来我就开一个记者招待会，说我、哦、回来了，你要安怎咧吼？哦我就讲啊，回来是我的管理咧吼，我回乡，即我的管理，你袂当安那。结果甲起诉呢，用安什么起诉？用国安法，叫做偷渡入境。哇，偷渡入境，啊，偷渡入境过去，即人拢关5个月、6个月就放出去啦，一颗罚金啦吼。独独我电子财甲判一年啊，判一年还关呢吼。啊，判一年呢，等于判2年，因为迄当时呢，你若刑期坐一半，你就当出去啊。所以若甲判2年，我一年嘛会当出去啊。结果甲判一年吼，等于甲判2年。啊，所以就甲你来关啊，哇，真正个关365天安尼吼。我伫台湾呢，判一年坐3个监狱呢。我等土城坐了，搁去山区高雄燕巢，高雄燕巢了，搁山区台南山上乡有一个外衣间吼，啊，我就伫山上乡内底参加民进党的县长初选安尼吼，啊，拼县长初选，我伫遐永远无代志咧吼，我安尼拼初选咧吼，啊，结果4个候选人咧。一个立法委员陈东山呢，一个省议员贾三星，一个省大的教授，啊，我是关伫内底，啊，你是要安怎那初选呢？对无？啊，结果初选结果，我第一名呢，哇！变作民进党的代表，哇，迄个县长的代表呢，要安怎选呢？结果选罢我动骹手，讲我刑期还袂了吼，袂使登记做候选人。哦，安尼好啊！我反正我完了啊，吼，我就不爱选啊，我全部退选。啊，所以就陈东山去选，哇，高票当选了吼。假使我出来选嘛是高票当选的吼，但是不一定好啦吼。你高票当选去做官吼，伊上空上胖吼，嘛甲你吓哦，你嘛是无好做吼。所以是福气啊，唔是福气啊，唔知哈。所以有这个差距啦吼。
啊，所以九一年了哦，这代志来发生哈、哦。啊，二零两千年哇，啊变啊选调啊，足欢喜，我嘛足欢喜的，好啊，作为总统府的头前参加典礼哈。啊啊变啊嘛是讲哇，正名建国，哦，迄当时拢画正名建国啦吼、哦。啊，咱制定一个宪法，啊，台湾就变成做一个国家，啊，就未通。哦、因为你台湾本身吼、哦，主权伫日本人啊，你无可能透过正名要建国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条路唔念未通呢，连阿扁也都拍落去俄罗吼，啊，即马个咧关吼，所以未通就是未通了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多少讲起吼，啊，林志升先生这个控米的案件吼、哦，啊，主要就是。啊，才有提起啦吼，啊，有一点就是讲，这个 Richard Hutzel 吼、啊，何瑞言吼、啊，甲翻作 Richard Hutzel 哈、啊，林志升先生这主张吼、啊，有经过美国法院的验证吼，啊，所以这论述是徛得牢的吼、啊，是正确的一个论述啦吼、啊，啊，所以拄拄啊已经讲过吼。啊即美国最高法院的即个判决文哈，啊，都、就是安尼写哈。啊，伊主要是咧讲法院哈，啊，要来判决讲，什么人对台湾会使行使主权哈？法院是认为讲这是政治问题，唔是司法问题哈。啊，所以无法度来判定讲，什么人对台湾会当行使主权。所以，伊若讲有法度判定，什么人会当对台湾行使主权的时阵，法院就会当执行，吼、哦。所以最后是安尼甲咱讲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案件就到这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即马就是咱继续这个民政府的组织，继续来这个办这个研训班，吼、哦。啊，到目前啊两千几个尔，吼、哦。所以咱需要搁拍拼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回去了呢，咱亲戚五十爱讲，啊，朋友六十也爱讲吼，啊，对咱这孙啊，咱的新妇爱讲啦，啊，唔好家讲北京话啊啦，吼、啊，来讲咱的话，讲咱的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，吼、啊，咱的话唔好袂记吼，啊，这个、北京话是外来的话，是阿伯仔的话，吼、啊。啊，所以今仔我用台语讲，真真侪人有听无吼，有较歹势啦吼。啊，今仔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我留两分钟，啊，看啥物人有问题吼，啊，要来分享，啊，要来交陪无吼。啊，那无问题吼，啊，咱就准备下一堂课吼。啊，一堂课那了吼，啊，就会使食饭啊，呢吼。今日感谢大家吼，这么热的天气，啊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啊，民政府成功，感谢感谢。谢起立，起来，休困十分钟。